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Thank you.
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众儿女一同以感恩赞美的心来敬拜，来纪念主复活得胜的大日子。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舍身流血为了拯救我们的罪。主啊，你那奇妙无比难以测度的大慈爱，为此我们献上感恩与颂赞。荣耀与尊贵都属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全地万国万民都一同来敬拜你。这段日子我们面临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侵害，无论是工作、健康或生活作息都受到影响，日子并不好过，但我们有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信靠你，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愿主眷顾在这段疫情受到影响的肢体，求主赐给他们坚定的信心，加添教会的力量，一同彰显主的荣耀。也愿主祝福全球各地奉主名敬拜的人，与他们同在。愿主预备我们的心，省察自己来领受主餐，求主祝福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又来到一起敬拜神的时候。那今天也是美国的国庆的这个周末，那我们是这个国家的 Independence Day。 那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也应当关心美国，为美国来祷告。所以今天还没有讲到以前，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谢谢主带领这个国家，在过去这个200年来，都有神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恩待，让这个国家，我们都能够来用敬畏主的心，以圣经为本，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你自己的眷顾之下，能够被坚立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也为着最近在这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这些的动乱不安，我们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主让这个国家能够早日恢复平息。我们也特别为这个国家在今年会有即将到来的这个总统以及地方官长的选举，我们也求主你来带领，让这个国家能够在很平顺的当中能够来完成这个整个的选举。主，我们知道虽然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求主带领。主啊，无论是谁在执政掌权，我们求主你来掌管这些君王的心。主啊，就像你自己的话所说的这个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但是唯有耶和华能够定夺人心。求主你来带领这个国家，继续能够以耶和华为神，因为你的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我们所要听的信息交在神你的手中，求主将这段时间我们整个的礼拜都分别为圣，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提到了
这一个啊，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好叫我们不论在心智和形式上面，我们都有啊，都有啊神的旨意在里面。我们提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基本上它会帮助我们在两方面啊的一个啊两方面给我们影响。一方面就是在我们的心智，在我们的觉知上面，神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做工。同时第二方面，那就是在我们的啊会不会付出行动，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上面，神也同样的会在我们心中里面来动工。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神要我们不但得救，同时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除此之外啊，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都要跟我们所蒙的恩召来相称。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接着腓立比书的经文，我们来谈到一个题目，那就是要做神光明无瑕疵的儿女啊。那这个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节到18节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节到18节，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8节啊，都找好了圣经吗？好，那我们就啊一面读，我们一面来默想神的话，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主的道。第二章第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突然。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我们经文就提到这里。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的时候，保罗认为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顺服的教会，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啊，那不但是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保罗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啊顺服的事情，但是究竟这个顺服这样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我们具体的生活或者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里面，如果我们不顺服的时候，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保罗在接着下面的经文，他首先的就告诉我们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什么是发怨言呢？发怨言它所指的就是你在一个人群当中里面的窃窃私语，这些的话啊，这些的话都不是公开说的，
绝大部分都是你在私底下说的，你不想被不相干的人听见，但你也是特别不想让你想要那个埋怨的对象来听见的话，那这个就叫做是埋怨啊。那就好像呢从台湾的人呢有的说这个人很碎碎念啊，大概是指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起争论呢？起争论有的时候从正面来说，那是一种的据理力争，但是它通常呢都是各说各话，各执一词，那互不相让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就要去想一个问题了，保罗这些的话不是对这世界上的人说的，他是对神的儿女说的。那我们通常我们讲到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它不是应该让我们的感觉是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看起来是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不是吗？在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事情啊，行事为人，我们都是很愿意来荣耀神，要行出神那美好的旨意。基督徒在一起应该是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应当是大家齐心努力，众志成城，对吗？可是保罗现在这些圣经里面，他却告诉我们说，在基督的群体里面，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这个是不是表示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不会有怨言，不会有争论的事情发生吗？是这样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事实却正好相反的。一般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保罗在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一个发怨言起争论，基本上他是用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来作为一个例子在说明的。因为旧约的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就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是蒙神拯救的儿女，那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会有埋怨跟争论的事情发生吗？那么答案是有可能的。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所记录给我们看见的，那是神透过摩西刚刚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在亚伦摩西的带领之下刚刚脱离的法老王的捆绑，神让他们经历了神迹，神使红海分为两半，他们顺利的通过了红海。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胜利，神让他们在那里经历了一次很大很大的胜利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
投入海中。那这当然指的是埃及人的啊，埃及人的那些的啊兵，还有埃及人的马匹呢啊，他们都死在海中了。那不但是摩西和以色列人歌唱，圣经还另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不但是以色列的这个海，这个他们，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兵跟马被埋在了这个海中啊。同时还告诉我们说呢，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呢，她手里拿着鼓，带领着众妇女，他们在那里击鼓跳舞来赞美神啊。那你说你们要这个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马匹投在海中。这个都是啊，我们刚才呢啊，我们也已经都看到了。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说，这就是一次以色列当中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属灵的一个复兴啊。那么多年来的奴隶的生活，现在得到神的释放，以色列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欢欣鼓舞的，可以说是他们达到了一个相当的属灵的高峰。但是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你就知道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到三天的时间，他们就遇到了麻烦，他们找不到水喝，找到的水那个水质也不是很好，有苦味。那圣经在同一章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向摩西发怨言啊，说我们能喝什么呢？但是弟兄姐妹，这也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唯一一次的发怨言。你发现在下一章里面，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以色列人他们又为着他们的食物来发怨言啊。那这个十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吗？弟兄姐妹，这些的经文都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能，在刚刚经历了这么一个属灵的大胜利，没有几天的光景，他们现在埋怨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应该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一个期盼，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了，现在只因为没有水喝，只因为食物不好吃，他们呢开始埋怨，他们开始埋怨。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旷野的生活当中层出不穷的，他们不断地发怨言。其实后来神已经把他们带领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边缘了，他们差派的探子到迦南地去这个探那个地方的情形。后来探子回来了，报告说那个地方的人长得十分的高大，身材高大，如同巨人一般。
以色列人在听到那样的消息以后呢，他们又再一次的崩溃了，他们又再一次的崩溃了。那这一个他们向摩西亚伦怎么说呢？他们又全会众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这样的情形，这样的埋怨是越来越厉害，到了最后，他们不是只是在那里说说而已，不是在那里说说而已，他们甚至要求他们要撤换，要撤换领袖。民数记十四章第四节，他们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演变到最后，你看到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不再只是埋怨争论了，他们开始是公开的攻击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伦，并且当众责骂他们，说是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换句话说，他们就公然的拒绝了神为他们所选派的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的领袖。这个就是活生生的让我们看见它出现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当中。那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是不是只有旧约的神的百姓才会有埋怨，才会有争论呢？我们在新约的教会，我们也看到的是类似的情况的。情形虽然有一点不同，但《使徒行传》记录的早期教会也同样出现了问题。早期的教会，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教会当中，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讲道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见，这些的使徒们用许多的话为主做见证，同时并且感动了那些听到的人。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里说什么呢？说那一天信主的人门徒就添了约有3000人。不只是那一天这样子，以后的另外有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他们真的是常常很有人因为听到而信主的，不只是信主的人多，你看到他那。使徒行传记载了早期的教会的他们这些相信的人信徒们的生活的情况。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四十六节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共用啊，他们很愿意分享的。然后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个是一个什么光景？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的感恩，聚在一起彼此相爱的光景。
崇拜是非常的热情的，那个是非常的热切的。那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一个典型，一个模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好景不长啊，这样一个那么令人羡慕的教会，在后来我们看到了他们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弟兄姐妹，圣经把早期的教会的软弱，他们的发怨言也是这样子的记录下来，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会有怨言，在新约的教会是主的身体，是神的家，但是这一个肢体之间的摩擦啊，这个是可能的，信徒之间的埋怨是可能发生的。特别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当教会一旦稳定了，撒旦是很容易就乘虚而入的。教会或是我们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掉入埋怨以争论的陷阱当中。那弟兄姐妹，这一种的怨言埋怨，就是人不能顺服的一种外在的显示。这一种的怨言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这个处理或者是遏制，它很快的就会影响到整个基督徒的群体。到最后，不但只是埋怨，它有可能造成的是教会的结党跟纷争。这一种的起争论，往往也是成为教会不能合一的最大的伤害的武器。这一类的语言用词的特性，就是喜欢搬弄是非。保罗说，这一类的行为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群体应该有的行为。那刚才我们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埋怨跟争论，一定教会要有好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没有，它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它也会亏损了神的荣耀。那对教会的名声见证啊，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对神的救赎的恩典啊的这一个荣光啊，那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保罗他劝勉做神的儿女，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要使你们无可指责啊，要无可指责，要做神这个无瑕疵的儿女。所以我们接着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什么叫做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信得主以后，基督徒不会有缺点，我们不会再犯错呢？不是的，不能这样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会有缺点，我们会有犯错。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以自己的标准当作是一个衡量事理的一个准则，我们乃是以圣经为我们的依据，以神的正直公平作为我们的准绳，我们的对错是非啊，我们的是非对错啊，都是这个以神的真理啊为我们的标准的。那这个神的道是我们判定是非黑白的一个准则。那简单的来说，那就是我们都是以神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这个跟我们之前一两次讲到了，保罗劝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是同样的道理的。那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代呢？他说我们是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弯曲悖谬指的就是弯弯曲曲、曲曲折折，那也就是说常常是扭曲事实、曲解真理、以假乱真啊，这一个是讲的是歪理，说的是邪道，这样的等等的意义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种世界观、价值观跟基督徒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跟神那正直的道来比较的时候是扭曲的、是歪曲的。那我想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最近在美国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很困难可以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的。最近的这个社会的动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端倪。本来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件，那就是警察执法不当，最后导致有人有一个黑人他被这个压住的脖子，最后他断气而死。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社会上不幸的事件。那照理说，我们就可以按着正当的法律的程序，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嘛，是吗？所以这一些的犯案的警察、执法不当的警察，他们已经被移送法办，按着法律的程序
接受法院的审理，或者是陪审团的判啊，这个判决，就可以解决这一个事件的问题，不是吗？但是没有想到的，这一个事件却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动荡，群众的这个抗议，而带来的最后是暴力、抢劫、放火，那等等的事情，而且不是在只有发生地点那一个 Minneapolis， 而是扩散到整个美国，几乎是各州都有这些的事情发生。很不幸的，这个事情从抗议的行动，把它演变成为是所有的警察都有种族歧视，变成了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啊，这种的对社会的啊一种的啊，这个产生了很多的那种的动乱，商店被烧，那甚至啊有现在也有警察派出所啊这一个被占领的事情啊，被占领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了在西雅图啊还有什么事情呢？在西雅图那里啊，有人就把几条街把它占领了，说这是成为他们的自治区。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有警察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来维持社会的治安。所以他们自己派了人拿着武器站在那个街头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取代警察，他们可以保护人们。但真的可以吗？根据这几天我们在新闻我们所看见的，有一些人他们遇到了抢劫，遇到了这一个危险，他们打911报警，没有人来处理的，也有人因为这样而被枪杀，也有人这样子受伤的。那我们在从这些的社会上，我们不禁要想，当然这些抗议的人，这些暴动人认为他们抗议有理，他们认为美国有很严重的种族的歧视，但是究竟这是真的诉求呢，还是借题发挥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思考这些的事情呢？我不敢说在这方面我有很什么过人的一个见解，但是我只是提出一两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美国的确是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只有美国有种族问题吗？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的问题。我们也承认，当然这一些的种族的问题啊，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在东南亚，我们和很多的华人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有多少的排华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人性的一个问题，但这些问题要透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不是要透过有更好的法律的规范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所以下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解决种族问题的这个法律规范上面，美国的制度有比其他的国家差吗？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很深刻的去想一想，特别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像你像我一样，我们都是可以说是自己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想要移民到这个国家来？岂不是我们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它可以包容从世界各地来的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我们向往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权法治。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用着法理啊，那么来解决问题的。那我们之所以愿意移民，甚至想办法啊，我们要取得这个地方的居留，甚至是美国的公民，而且我们已拿着这一本美国的护照，我们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啊很珍贵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因为我们向往这个国家的人权法治，我们相信这一个国家它可以依照正常的立法的程序来制定更好的法律规则，不是吗？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人们想要用这样自己的办法，那么呢，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法律了，我们不需要警察了。现在很多的州在讲要 defund the police， 就是要削减警察的这个经费，甚至有人说他们就是要 abolish the police， 就是什么呢？废除这个警察。那我要请问弟兄姐妹的，这样做真的是对美国的社会很大的帮助吗？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样做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治安更好更安全吗？或许我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但是我也会想啊，如果我今天我的家里面有歹徒侵入的，我要打电话到哪里去啊？如果911都没有人回应了，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办呢？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呢？怎么样做才叫做基督徒的明光照耀呢？我们要怎么样行才算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其实当保罗讲这些的话的时候，我想也在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随便跟人起哄的，我们不要政府了，我们不要警察了，不要这些这个管理治安的人呢。那我们有没有很深刻的去想到圣经里面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呢？神给我们的教导呢，在上有权柄的人要顺服他，这些做官的啊，他们是神的用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他们的配枪配件不是空空的突然的，他们是要维持治安的，他们是神的用人。当然是的，他们有没有犯错的时候？当然有，但是神自己会审判他们的。那彼得的教导也是如此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地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这里的善指的是什么？是你要尊重这些神派来要来赏善罚恶的这一些的官员呢、啊？对啊，所以彼得说，我们除了要尊敬众人以外，我们要亲爱教会的弟兄之外，我们要敬畏神。然后下面说要尊敬君王，这里所代表的就是政府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你想要去加入那样的抗议，在那里呼那个口号的时候，你有想过圣经这些的教导吗？当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保罗他在用这一节圣经，他是在反映旧约摩西的律法所教导的。你去读生命记第32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这句话是很像的。摩西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神是诚实无畏的，他是公义，他是正直的。保罗就是用这些的话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反映出来的就是神的诚实无畏，神的正直。不要像这个乖僻弯曲的世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你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看不见什么叫做正直，什么叫做诚实，什么叫做公平的时候，摩西说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了。简单的来说，基督徒就是要能够在这世界上靠着神的恩典反映神的属性，反映神的公义，秉行公义，持守公平，在真理上要诚实，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如果我们只是会随波逐流啊，多看多数人怎么喊怎么叫，我们就枉屈正直，或者是扭曲事实，这就不符合做神儿女的体统。按着摩西所说的，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冷静，那么有正确的判断。第三，我们要活出基督生命之道。保罗接着下来他这样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里当然是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期许。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基督徒不能只是知道要如何愤世嫉俗，感叹世风
日下而已，还需要积极的在这世界上彰显出神的生命之道，彰显出神的真理了。所以在 NIV 的圣经里面呢，把这一个把这里的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他把它翻译成为叫做握住生命之道。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握住生命之道呢？这一个意思就好像是这生命之道好像基督徒手上的那一把火炬，能散发出光芒，是跟这世界的黑暗，这黑暗的世界是有别的。基督徒要能够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要能够明光照耀，要有驱走黑暗的这样的能力。基督徒所要表现出来的生命是要与众不同的光明跟黑暗是不能相通的，是不能妥协的。所以基督徒他是要过一种跟世人不同的这种生活的。那保罗他在这里他特别他提到了这一个，他特别用一个形容来说，他说好叫我不是空跑的没有徒劳的。意思就是我保罗在的努力，我所教导的，你们愿意接受，你们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那特别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跑来形容，也就是基督就好像运动员，他想要能够得到胜利，那他就要很努力的去跑。那同样的，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把真光显明的时候，那我们也一样必须要很努力的来为我们所信的道来奔跑，来做见证的。所以保罗讲的那跑呢，要跑多久呢保罗用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什么叫做基督的日子？如果你熟悉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所写的这个文字里面，常常他讲到基督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在将来有一天，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被鉴定、被奖赏的时候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我们是根据神的道，我们是听主的话，还是我们人云亦云？我们就随着世界的这波浪，我们随波逐流呢？将来有一天神会有审判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握住这个生命之道的火炬，为神来发光，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到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到基督的日子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这个将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个努力，我们是不会落空的，不会落空的。有一天这个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我们会得到神的赞许的。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当每一个基督徒听见了主的道，能够去活出主的道的时候，不但是信徒的本身，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奖赏，这个是叫传道人得着安慰信徒的成功就是传道人的成功，信徒的增长就是传道人的增长就是传道人的增长。那我想这个真的是每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一个感觉的最真实的感觉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
当然传道人本身的努力，神也会审判，神也会有奖赏。但是我相信所有在地上的传道人，神的仆人，有一天他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不但喜欢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有奖赏，他喜欢看见他所牧养过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面同得奖赏。当他们被奖赏的时候，所有的传道人都能够有那一份与有荣焉的感受了，与有荣焉的感受，那就证明了所有传道人他们在地上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了，流泪撒种的总有欢呼首歌的时候。那你了解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保罗呢，他在最后他提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最后一点，一同献上，一同喜乐。他说了，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跟我一同喜乐。这两节的圣经里面，保罗一共提了四次的喜乐。那这个跟前面他说劳苦不是徒然的那个苦的，似乎有一种比较对照的啊。是的，我们在地上是要努力，会辛苦，会有这种劳苦的感受，但是至终它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给我们喜乐。啊，被人的喜乐。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些东西啊，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他讲到了这一个，他跟弟兄，他被交奠在其上，然后他提到了贡献的祭物，这些话从哪里来的？其实是从摩西五经的话里面来的。你摩西。他讲到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带燔祭啊，带燔祭，然后呢，他们要再把它这个放在火上面来烧，烧的时候要有什么呢？要有奠祭的酒啊，要浇在上面，然后一起呢就奉献给耶和华为奠祭啊。那所以这个祭有羊羔啦，那么也有什么呢？有这个奠祭，也就是浇奠的酒啦，对吗？那献给耶和华，那这是一个以色列在献祭的一种情况。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一个当作他的背景来说明这个呢？啊，当然是有道理的了，啊，当然是有道理的。保罗认为什么呢？保罗认为教会的信心。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心如同祭坛上面的祭物，而保罗呢，他只不过是从旁边来帮助教会的啊，这个当他们献的祭更美的那个什么那个奠酒，这个是一个极美的祭，是讨神喜悦的祭，也就是保罗再次的见证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是同心合一的侍奉。然而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的用字遣词是一个很谦卑的，非常谦虚的，他把他自己，他不是说我是那个祭物，你们不过是搭配而已。保罗说什么？不，你们的信心是那真正的祭物，我保罗不过是伴随在你们旁边的奠酒而已。腓立比的教会的摆上才是主要的祭物。说实在话的，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那真的是我们做传道人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需要学的功课。坦白讲不容易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保罗在第二章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要教导的，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吗？保罗在这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做的最好的诠释。那我想恐怕有一些传道人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不是保罗的观点。保罗认为腓立比教会才是神最重要的那一个祭物，是献给神最好的是他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个真的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你还记得吗？他在这个之前他也说过了，他说呢，你们是跟我一同征战的啊，这一个不，这个你们是在为跟我一样的是在为主而受苦的啊，跟我一样受苦的。既然你们跟我一样受苦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样的征战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是一同来分享这个荣耀的，分享荣耀的。保罗说我现在啊，他有这个焦点常常是指的是他离世的时候，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一同欢喜快乐。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得到的是那一个无比的喜乐跟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信徒在主里的热心，与传道人一同为主的福音努力，我们一起来为主做神儿女该有的见证。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都蒙神的悦纳，我们在主里面今天在世上一同受苦，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一同喜乐。虽然在做见证的过程当中里面会有艰难，会有困苦，但比起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喜乐跟奖赏，这些的付出都有了意义，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回报，这样的喜乐跟满足啊，不单单只是为那些传道人、使徒们、牧师们所预备的，而是神给他所有的儿女，那些愿意为主发光的儿女们所预备的，传道人能够得到的，信徒也照样能够得到。感谢赞美神。那现在我们啊，这个要一起来领受主餐，来纪念，来纪念主。那今天我很想带领大家回到，在我们领圣餐之前，回到当年主耶稣他被出卖的那一个晚上，他自己来到那克西马尼园彻夜的祷告，他为门徒的合而为一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他祷告之后呢，有一队的人马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面要捉拿耶稣了。就在那个时候，看见事情是那么的危急，耶稣的爱徒彼得就拿出了一把刀，将大祭司的仆人啊马古斯的耳朵呢，就这样砍了下来。彼得想要为主来这个仗义直言，他动得到。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样看待彼得这样的热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把那个人的耳朵、右耳呢，把他接了回去，并且对彼得这样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为了神的国，为了成就神的计划，完成神的救赎，主选择那杯，而不是用武力来排除困难。这个跟保罗今天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的教导是同一个理呀、啊，同样的道理。保罗劝勉教会要跟他一同受苦，一同被浇奠。或许在人看来，你们都是一群傻瓜，不懂得为自己争取，你们是懦弱。但是，究竟我们是要效法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呢？我们要效法的是基督的虚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暴力，我们看见人喜欢用武力、用刀枪解决问题。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收刀入鞘吧。”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今天看见的不是真正的刀跟枪，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用我们的言语去伤害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埋怨呢？我们有没有常常跟别人起争论呢？我们有没有真正按着神的公平正义，我们来按着神给我们的慈悲怜悯来化解这个所有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嫌隙呢？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经的真理，我们竭力的来跟众人追求和睦的事呢？让我们思想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他所说过的那些的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迫切的来为我们的这一个所处的这个世代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所行所为能够像那真光一样的可以照亮那黑暗当中的人。我们要尽量的让人从这困境当中、黑暗当中看见基督的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我们所要领受的饼 和这个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最近美国的这个光景让我们担忧，我们的心情是沉重，我们也看见了一些被扭曲的事实，真理被遮掩不明，人被一些是非颠倒的错误信息所影响，导致许多人的行径反常，带给社会许多的动荡不安。神啊，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形还会持续多久，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众儿女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能够秉持圣经的真理，即便我们可能要被人藐视，我们也可能要为了坚持神的道而受苦，但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的心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这世界上的苦难跟逼迫就不足以介意。主啊，今天当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
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这地上的城，而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脱离这世界上败坏的辖制，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吃这饼喝这杯，我们是要表明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而死，但是也曾经为我们而复活。我们在这里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让我们领这饼喝这杯，我们就纪念向我们施恩的主。感谢神，我们将祷告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弟兄姐妹，你手上所拿的这个饼就是代表着主的身体，我们要纪念主，他在科西玛利园为我们的祷告是那么的迫切，他体会神的心肠，他向主说，倘若可行，求主可以照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吃这饼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学习，这样祷告，主啊，让我们活着能够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给我们的身体。饭后，主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阿们。今天当我们拿起杯来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他所说的这句话，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收刀入鞘吧。让我们愿意为这世上的人目前所受的苦难，我们要求主施恩，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缩短我们这些缩短的受苦的日子，让我们愿意以和平来相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平安带给我们的邻舍，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好像主的话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现在我们就来唱这一首诗歌，你的光你的光当照耀。慈悲恩光，像灯台。
上人最爱中路程等过你诉求他们全世界在黑暗追踪浮沉在广播如浪千万人迫切在等待希望能见岸边光你的光当照耀明亮横越过苦海波浪世上人最爱中浮沉等过你诉求他们弟兄们把残灯提亮暴雨中有人迷航快迎你安全海港黑暗中可能伤亡你的光当照耀明亮很远过苦海浪波世上人最爱中浮沉等过你诉求他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愿神赐福你们在知识和各样知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请坐。